走啊，掌柜的跟我说了，上回来的新老顾客对你的评价都非常好。我之前还担心你适应不了呢，现在看起来，以你的本事，日常工作是足够应付了。除非来位口味又挑剔、要求又严苛的客人，否则还真难不倒你。哇，还会有这种客人吗？那可不，尤其是那些菜没做几道、书读了一堆的老学究。 没事就来挑你哪里做的不合古法，哪里做的跟几百年前的老味道有区别。啊，这里就是望舒客栈，也算是一家老字号了吧。店家，有什么招牌名菜就快点招待上来吧，要最贵的。范露莎，前辈好。 旅行者派蒙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还想问呢，你怎么突然就有经费来旅游了，还直接点了最贵的菜？呵呵，这可不是旅游啊！像我这样的学者，首要成为随船顾问，满世界出差，也只是家常便饭而已。 前辈还这么精神，他真有100来岁了吗？从我收下请客开始，他就一直这样了，真是失策。莱伊拉还有多利，真是少见的组合。 原来是这样，你还真是个大忙人呢。不过，既然连这里的主厨都认可你的话，也不用担心吃不上正宗的招牌菜了吧？所以，你们又是为什么来璃月的呀？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随船顾问。哈哈，我前阵子从枫丹弄了一条新船，上面装了最先进的导航机关。如果能推广出去，那可是大大的商机。 最近几天正在试行呢，从奥摩斯港到离岛，从离岛到离月港，后面还打算去金夫港。我跟前辈就是受雇来帮忙调试罗盘、调整机关的。昨晚为了压力测试，还在云岚海上漂了一整夜。啊，会有加班补贴的。 两位也都是自愿的，签合同的时候特意提过的。你还真是滴水不漏，
所以请客也算是补贴之一嘛，难怪一上来就点贵的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这种机会可不多见。啊，那就先来一份。发禄山前辈，我当然也很想用最贵的菜慰劳你们啦，但贵不一定就是好嘛。我听说璃月菜里最贵的几样，不是要用很多海鲜，就是要费很长的功夫。可是我们都在海上晃了这么多天，再吃什么鱼呀、虾呀，也尝不出好味道来吧。嗯，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。而且莱伊拉小姐看着都快饿晕了。我不是因为饿。想必年高德少的发禄山前辈一定不忍心让后辈继续饿着肚子等吧。嗯，要照顾后辈的话我是没意见，不过怎么总觉得上套了。所以需要花大把时间来熬的菜也别上了，除此以外有什么贵就上什么吧，交给你喽，旅行者。不要海鲜，不要费时，别的都交给你了。嗯，先跳墙、烟肚鲜、金丝虾球、黄金蟹，都只能下次再试了吗？下次还得等多少年呢？发禄山前辈一下子变得好消沉。能麻烦你尽量选贵点的菜吗？这个环境啊，我也可不好。去哪里了？既要贵又不能见海鲜，还不能花时间，这大半的老菜就都被排除了吧。嘿，究竟是谁提的要求，居然这么刁钻。多利这家伙该不会是故意的吧。我们客栈跟琉璃亭新月轩也不一样，不会常备什么名贵的食材，一般都是有客人预定才会去准备。要用寻常食材在短时间内做一道货真价实的高价菜，那贵的就只能是厨师的功夫跟菜肴的创意了。我知道一道叫做繁弦急管的菜，用现成的食材就能做，出菜也不费时，一盘售价3万魔拉。3万？不是说用料普通也不费时间吗？为什么会那么贵？这道菜的功夫不在于时间，而在于厨师对刀工跟火候的把控。要用多种不同的肉类切作细丝，揉制成条，最后再下锅煎炒，主打口味多变，层层递进。如何令几种不同的肉凝而不散，一起达到各自合适的熟度，味道又不相互冲突，才是这道菜真正可贵的地方。做好了就是一等一的名菜，做糟了可就成一盘肉末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所以这道菜贵的不是菜，而是你的出场费呀。没事，揉条之类的琐碎工序我可以帮你搞定，你专心对付最紧要的环节就好。放心大胆的去试吧，就算做糟了，你做的肉末我也喜欢吃。据说当年曾有高人可以调和整整5种肉类，而我这道菜才只用到3种，实在惭愧。
吃早餐吧，干脆一块坐下。多利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，居然会有免费的早餐。大生意都是在宴席上谈成的嘛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大家都不用客气。这道菜看起来平平无奇，我又事先做过调查，应该不会花很多摩拉吧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三万。这道菜能抵得过一晚上的熬夜吗？能不能吃回本可就看你了，旅行者。哦，好累，好困，好想睡，快点吃完回去睡。这是鸡腿肉？不对，又好像是熏猪的口感。每嚼一口都是不同的滋味，仔细尝起来还有点烟熏的风味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？火腿？可是这盘菜里哪里有啊？嘿嘿，已经有人发现了。没错，每根肉条都是用不同的肉丝揉成的，费了我跟颜笑好大的劲呢。可是虽然我也不太清楚，不同的肉类熟透的时间应该也不一样吧，可这道菜搭配的却很和谐。这就是它的商业机密了。没想到这还是你的独门菜式呢，算是没白来一趟。哦，对了，这道菜有名字吗？哦，我都忘了介绍了。这道菜的名字叫繁弦急管，既是在描述丝条交错的外观，也是在描述复杂多变的口感。是从离乐的俗语里起的吧？原意应该是多种乐器同时演奏，热闹纷呈。放到这里也算贴切。哇，原来你知道呀。每个年轻人在毕业前都该学会至少20种语言吧。难道现在没这要求了？以前有过的吗？差点忘了你也是直轮派的。那个这道菜的价格是
嘿嘿，不多不多，成会磨拉三万。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话说回来，派蒙旅行者，我之前是让你们一块坐下，没说要连你们一起请客吧？所以，这是不是得算拼桌？哇，果然没有免费的早餐呀！就是，商人要重信誉。嗯，一枚摩拉也是钱啊。唉，成吧，就当做交学费了。等回了须弥，我一定要请人把这菜复现出来。狠狠地赚一笔，嘿嘿嘿嘿！啊，吃完饭感觉精神多了，好吃的东西确实可以提神呢。导师说。年轻人不该一直埋在论文和书本里，让我抓住机会出来看看各地的星空。嗯，就当做提前实习了。不过还真是累人啊。怎么把便宜的食材做成高价的菜呢？先从起一个好名字开始吗？啊，哈哈，果然被你发现了。哎，昨晚答应下来的时候，看大家又熬夜又晕船，我就想着第二天也吃不了多少。结果嘛，你也看见了。后来又加了那么多限制，没想到照样难不倒你。唉，不是先做好市场调查，就是会变成这样了。明明他们俩的咨询费都不高，说到底还是你贪小便宜嘛，下次可别这样了。所以我才有那么多经验教训嘛。虽然没吃上仙跳墙跟烟堵仙，不过繁弦集馆也很不赖嘛，多谢你了。哦，这个嘛，虽然新式机关确实不在我的专业范畴之内，不过多利提出的报酬也很诱人，每到一个新港口都能上街淘点古籍带回去研究。哼，不枉我用最低的报价吓跑了所有妙论派的竞争者。今早算是开了个好头啊，接下来也拜托你们了。